我们就像眼前的这些大树，虽然一起长大，但一生都隔着那点距离。夏沫。 你这样纠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对不起，亚沫，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不要管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 靠近苏亚王，靠近了，又怎样？放下！放下我！把你们这些人全都杀掉，就算一辈子烂在牢里面，也没关系。夏沫，我们要骑到什么时候？夏沫，别扫兴。 下辈子我们一定会遇到，那时候我一定等你。